我正式通知你，从今天开始我要缴你们的电线。什么？缴电线？是的，你们这些非法用电户每年叫粮食局为你们多交8万多块钱的电费。整顿局务，光断鱼断藻不断电，说不过去吧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，说断就都断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按你们的职务大小排了个队，一天缴一户。哦，你的官儿还不算太大，你排在后天，提前回去做个准备吧。姓丁的，你这不拿人耍着玩吗？你又说对了，胡有德，你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了，你和那些地痞流氓勾结在一块儿偷电，你看看你们开的商店、网吧，还有你老婆开的家庭小工厂，用的都是粮食局的电。我统计了一下，粮食局已经为你们垫了40多万块钱的电费了。怎么，我耍耍你们不可以吗？丁振刚，你别欺人太甚，你要敢缴我的电，我就……你怎么着？说呀，怎么不说了？不敢说。好啊，我帮你壮壮胆子。胡德利，到，把他们家的电线给我挑出来，那个绿颜色的，今天就给他断了。是。你敢？哎，你要缴，你先缴大巴了的，他们家开着赌场呢。胡胖子，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我问你，谁允许他们拉公家的电开黑赌场？啊，这是什么性质？你要敢缴啊，你就找难剃的头剃，别见软柿子捏呀。一个大扒拉就算硬脑袋吗？我如果剃不了他，还怎么剃你们这些头头脑脑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早就已经放出风去了。今天拿了开刀示众的不是你，本来就是他。哼，好，我看你今天怎么往枪口上撞。哼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大巴拉可是来了，我看你今天会搅出个什么下场。等着看好了，有你看着。谁呀？这是谁敢嚷嚷着把我的电线绞了？大巴了，你终于来了，这可不是嚷嚷，我挑着电线架着梯子等你1个小时了。姓丁的，我警告你，你敢让人把我的电线绞了，你以后惹下的麻烦可就大了。就凭你这个德行啊，我倒要看看我能惹多大麻烦。张，他们家电线挑出来了，完了，缴，算。姓丁的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弟兄们，我上。姓丁的，你这是早就有了准备了啊。大巴拉，你忘了我是军人出身了吗？我是不会打没有准备的仗的，我就等着你送上门来呢。姓丁的，你也不想一想，我大巴拉几进几出了，在合集城混了这么多年，我能怕了你和你们这帮子小保安？小保安，好啊，那你就跟他们试试吧，你不会光说不练瞎咋呼吧？我会办法，但我懂法。
我知道，你是想让我先动手，然后你抓住我的把柄。丁局长，我没那么傻。哼，既然你绞我的电线没错，我进你宾馆里吃顿饭，丁局长不犯法吧？弟兄们，跟着我进宾馆，让这些小妹妹们啊陪着你们喝酒吃肉。他什么时候不把线给我接上，我们就住在宾馆里不走了。对，不走了，走走，找姑娘去，找去。走，今天不醉不归啊！好啊！姓丁的，你今天就非逼着我动手，是不是？宾馆是粮食局的，大门不为你们这帮流氓开，不犯法。好，你行。哼，老子现在裤裆里憋了泡尿，找个地方撒出去。也不犯法吧？哼！哎，弟兄们，你们不憋？这太不像话了！哎呀，这不是当众耍流氓吗？小张，到，把门关上。是。兄弟们，抽家伙！弟兄们，抽家伙！脚电线是假，打人是真。我说你可不要侥幸，打人是真，脚电线也是真，该回家换电线，回去换电线啊。那你先设圈套，动手打人，把公安追究你责任。那你是向着谁说话？看见了吗？那儿都要长出狗尿台来了，是他们主动上门挑衅，我们这是赤手空拳自卫还击，都拿着凶器，睁着眼睛看不见啊？那你刚才嚷嚷说打坏了送医院，别得意太早，打人犯法。我知道打人犯法，不过胡胖子，你真是有点瞎操心。保安们我已经吩咐过，打他们打的都是屁股一带的软组织。没事，老子放手。大丁石头，流氓王八蛋，你小子等着，要是跟你没完，我打了你。好啊，小伙子们给我听着，要打就打的他们想起来就尿裤子，咱们这是自卫还击。林峰，你说说，厅长他这不是不该管的瞎管，最后管了一身不是吗？真够立竿见影的，昨天他的混合面馒头还抢呢，今天除你之外都没人再敢买了。哎，不信你看。哎，你别看我呀，我是本来就爱吃米饭，既不能表明我对厅长有意见，也不能说明我不敢买。哟，二位跟这儿聊呢？牛师傅，这多少日子都见不着你了，你今天露面露得可真是时候啊！哎，刚才我在会上看见你一直在带头鼓掌，是不是你的贾叔特意通知你来的？这还用通知吗？小爷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了。
对吧，小林秘书？秦省长，哎，去到小餐厅去吧。哎，就在这儿吧。啊，田总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以前呢，天天在这儿吃，这老也不来了，还真有点想。哟，牛师傅，你这碗里又是米饭又是馒头的，你挺会吃啊。别提了，一提这事儿我就一肚子气啊。就这馒头啊，我拿完之后才知道里边掺着那芽麦面了。这哪儿让人吃的呀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应该知道，从厅长来了以后，我们大家平时都挺注意的，连桌上的剩菜剩饭都不敢留。就是，你买了哪怕带走，你这多浪费啊！你瞅你们俩这大老爷们下这熊样啊！实话跟你们说吧，刚才我看见他开车回来了，我还就想扔给他看看呢。啊，车不让我开啊，还搅和我生意，哼！实话跟你们说吧，我看他这厅长啊，待不成了。小爷受他排挤的日子，就算熬到头了，今儿我还谁都不吝了，我就扔了我。那你。这谁干的？这谁干的？这到底是谁干的？请站出来！高厅长，算了算了，你看大伙儿都在吃饭呢，这点小事儿，对别人是，对粮食人不该是。这些馒头是经过质监部门检验的。这里边有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？我高远纵有千错万错，这馒头总没错吧？